罗东国小卡球队足厉害，虽然成军只短短五年，但是伫咧学校大力支持甲老师的用心指导之下，卡球队出去比赛，定定取得好成绩。过过两天，卡球队准备代表中华前往屏东进行全国的复赛。队长柯志宏十九号就专工炸着运动饮料为选手来加油，希望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上好的表现，取得上好的成绩。把握课后时间，选手加紧练习。电力科技号码专工前来为选手加油，希望因在复赛当中会当顺利进入全国决赛。罗岗罗东国小再度传出好成绩，卡球队查甫组双双进入全国复赛。后礼拜将代表中华关到屏东进行全国复赛。为了鼓励选手，电力科技号特别前来为大家加油，同时嘛带来补给品，提醒大家要随时补充水分。那出门好、哦、比赛要多注意哦，补充自己的水分哦，好不好？好。鹿东国小足球队啊，成立了将近五年，那受到我们学校的校长、师长，还有我们家长会的哈、哦、一个支持，也当我们涛哥啊，咱这教练啊，平时对我们啊鹿东国小的足球队啊的一个训练，那再次哈、哦、啊获得我们彰化县的一个入围，代表我们彰化县啊来参加咱这来全国啊这个入围赛。那相信在平时的训练，那今天到学校看到跩啊小朋友非常有信心，也当讲吼啊这个信心能够带来啊到屏东吼啊这个比赛也当获得吼一个佳绩。那今天也带来一些吼东西来表示鼓励。罗东国小卡球队虽然成立到今嘛才短短五年，但是伫学生努力练习、甲老师用心指导之下，成绩是愈来愈好，对外比赛拢得到真好成绩。校长也感谢地方各界关心和支持，让师生可以专心投入在卡球运动当中。非常谢谢镇长跟地方这边非常照顾我们的孩子，因为其实孩子有一个宣泄的管道跟一个运动发挥他们专长的一个专项，其实是非常好的。那鹿东国小发展足球运动其实已经从105、106就开始，那在刚开始发芽的点就受到地方很多的帮忙，那正式成立是在108、109年，那至今大概也五年多了。非常谢谢地方大力支持，更感谢镇长在这边真的对学校这边的照顾，还特地来为孩子们在出发前做这样子加冕，希望说孩子他们获得这样子的鼓励跟能量，能够把所有的荣耀都能够带回来，然后帮助自己在未来发展上更进一步。早自修跟下午放学的时候，对对对，怎样？一到五。阿童练一，那早上我练习多久？早自修大概40分钟至50分钟。那、啊、下午呢？下午让他们自己选，因为要去安心班，所以是让他们自己选的，一个最多2个小时。嗯，对对对。店长指出，国民义务教育五育均衡发展，让囡仔会当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之下，发掘出家己的兴趣甲长才，并且拍下良好的基础，让囡仔会当快乐自在来学习，为家己开展精彩人生。全国赛 ，Go Go Go！ 新中华新闻创立前六港彩虹报道。